大家最近辛苦了，然后今天其实主要还是做爱心是重要的事情，而且这社会上其实还蛮多需要被关心的事情。那你们想知道的事情，其实我不是当事人，然后我也不太方便回答，所以今天还是我们的重点还是我们的爱心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谢谢。那个媒体朋友们，那个鬼鬼他不会从这边离开，我今天没有接受联访，很抱歉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。啊，对啊，他前面就已经有先出来做一个声明了啦，然后他讲的太短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录个麦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就是一样在讲。不是他已经他已经离开了，他已经我们刚已经车子走了，对，所以你们在这边等他，他已经因为他真的走了啦。没关系，我们一分钟就好，好不好？我又不是他本人，我没有办法听他做决定，而且本来就是就已经讲了，对啊，拍谁了？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要接受媒体联访，拍谁啦？辛苦大家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后面婚礼还有行程关系，所以我们就不好意思。那我们五一好不好？